千里关注不会迷路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神龙哥哥。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看看粉丝赛中的速闪之魂东风羊的操作。速闪之魂的五大搞笑招式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这期节目一起来拆解一下速闪之魂的全路。第一招是拜天地，踩板子之后这一拜叫一拜天地，把求生者放上椅子，这一拜叫二拜高堂，没有第三拜了哈，再拜叫洞房了。第二招叫甩头发弹灰尘，他嫌求生者脏，反反有洁癖啊。第三招叫摸额头，头疼啊。第四招连招攻击展翅，工字步向前秒变战斗机，空军小姐姐居然开枪打速闪，闪闪现在不管佣兵，盯上他了。第五招挖鼻孔弹鼻屎，很优雅的动作，把马尔卡送去地下室做 VIP 宝座了。速闪之魂五大搞笑动作，大家自己做吗？感谢本期节目出镜的粉丝希尔，看看是个瘦宝宝没玩够，兔子在灌奇。如果你喜欢玩《第五人格》这款游戏，可以私信龙哥哥加入《第五人格》战队群，龙哥哥会长期在《超神皮革厂》这档节目当中推荐和分享粉丝们在实战中精彩的操作技巧。我们一起练技术，共同进步。当然啦，节目当中也会包括龙哥哥和粉丝们的游戏实况，等你们来加入哦，小天才们。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，点击关注哦，关注超神龙哥哥，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。